猴抢走了长尾母猴的孩子，长尾母猴坐在对面一脸惆怅，短尾猴身体实在太强壮了，长尾猴是打不过他的，小猴无法逃脱。短尾猴的大女儿想要抱小猴子，被母猴拒绝，于是和妈妈打嘴，请求妈妈同意。母猴给大女儿理毛，并没有同意她的请求。小猴此时发现了妈妈坐在身后，想要逃脱，被短尾猴抓回来。那么我们来说，这个短尾猴为什么要抢小猴子呢？你看他的大女儿也是个长尾猴，就说明是他和长尾公猴所生。按照猴子的遗传性质来说，小猴都是继承母亲的习性，他的长尾女儿喜欢小猴，那么一定是继承了他妈妈的性情，说明母猴一定是比较喜爱小猴，所以他抢夺别人的孩子带，他想要这种当母亲的感觉。通过观察我发现，公猴绑架小猴子就是为了玩和虐待，而母猴绑架小猴就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抱着。公猴内心存在一种想要得到所有的母猴和食物思想，而母猴内心存在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，然后才是这份食物是我的，这种思想完全不同。接下来就是长尾母猴撕心裂肺的讨要小猴子，短尾猴不给。最后由于长尾母猴追到短尾猴身边的时候，短尾猴竟然把长尾猴的孩子推下了树，好在树下一片高高的草丛，小猴子安然无恙。你看长尾母猴上来了，时刻准备抢回小猴，可一切没那么容易。长尾母猴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位置，一定要看短尾猴的情绪，一旦情绪失控，小猴就会被扔下去。作为猴子来说，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。看母猴出手了，抢夺小猴，被短尾猴加速攻击，快速逃跑。长尾母猴哭泣的声音就像人类失去孩子一样，小猴在他怀里是孩子，疼爱有加，可是在别人怀里就是一只随时可能被扔掉摔死的宠物。母猴焦急地呼喊祈求有猴子能帮助他，可是没有猴子愿意，可想而知这个短尾猴地位是相当的高。这只母猴疯了，似乎在泄愤，开始厌烦小猴子。你看他低头看看小猴子，然后再抬头看看四周，不停地重复这样的动作，就是我以前推测的那样，猴子都有精神病，只是内心不断的变化表现，又紧张又烦躁。小猴子爬来爬去找妈妈，叫声不断刺激了他，直接就把小猴子推了下去。母猴抱着小猴子坐在高处，这是一种害怕的表现，他怕孩子被人抢走，所以他坐在高处，时不时嘴里发出悲伤的声音，就像精神失常一样，抱紧孩子。
短尾猴抢走了长尾母猴的孩子，长尾母猴坐在对面一脸惆怅。短尾猴身体实在太强壮了，长尾猴是打不过他的，小猴无法逃脱。短尾猴的大女儿想要抱小猴子，被母猴拒绝，于是和妈妈打碎语，请求妈妈同意母猴给大女儿理毛，并没有同意她的请求。小猴此时发现了妈妈坐在身后，想要逃脱，被短尾猴抓回来。那么我们来说，这个短尾猴为什么要抢小猴子呢？你看他的大女儿也是个长尾猴，就说明是他和长尾公猴所生。按照猴子的遗传性质来说，小猴都是继承母亲的习性，他的长尾女儿喜欢小猴，那么一定是继承了他妈妈的性情，说明母猴一定是比较喜爱小猴，所以他抢夺别人的孩子来，他想要这种当母亲的感觉。通过观察我发现，公猴绑架小猴子就是为了玩和虐待，而母猴绑架小猴就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抱着。公猴内心存在一种想要得到所有的母猴和食物思想，而母猴内心存在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，然后才是这份食物是我的，这种思想完全不同。接下来就是成为母猴撕心裂肺的讨要小猴子，短尾猴不给。最后由于成为母猴追到短尾猴身边的时候，短尾猴竟然把成为猴的孩子推下了树，好在树下一片高高的草丛，小猴子安然无恙。你看成为母猴上来了，时刻准备抢回小猴，可一切没那么容易。成为母猴一边要注意孩子的位置，一边要看短尾猴的情绪，一旦情绪失控，小猴就会被扔下去。作为猴子来说，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。看母猴出手了，抢夺小猴，被短尾猴家族攻击，快速逃跑。长尾母猴哭泣的声音就像人类失去孩子一样，小猴在他怀里是孩子，疼爱有加，可是在别人怀里就是一只随时可能被扔掉摔死的宠物。母猴焦急的呼喊，祈求有猴子能帮助他，可是没有猴子愿意。可想而知，这个短尾猴地位是相当的高。这只母猴疯了，似乎在泄愤，开始厌烦小猴子。你看他低头看看小猴子，然后再抬头看看四周，不停地重复这样的动作。就是我以前推测的那样，猴子都有精神病，只是内心不断的变化表现，又紧张又烦躁。小猴子爬来爬去，找妈妈，叫声不断，刺激了他，直接就把小猴子推了下去。母猴抱着小猴子坐在高处，这是一种害怕的表现，他怕孩子被人抢走，所以他坐在高处，时不时嘴里发出悲伤的声音，就像精神失常一样，抱紧孩子。
Thank you.